综上所述，我们的观察团更多人指向朱亚文。好了，我也是指向朱亚文。接下来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这个披露了，我们将还原事件发生时用红外摄影机拍下的过程，揪出真凶到底是谁。现在已经鹿晗了，我开始改鹿晗了。又改鹿晗了？对。哎，我以为都不用投票了，来投票吧。 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请指谁。我的和那个就亚文哥。好，亚文一票。亚文哥两票。亚文哥三票。亚文四票。秘密鹿晗。鹿晗一票。鹿晗。亚文哥两票。亚文又一票。亚文投谁？鹿晗。谢娜，你这票很关键，感觉上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有人怀疑秘密。杨幂是吗？谢娜，你真的完美的表现了你逻辑的混乱。不是秘密，不是秘密。朱亚文，好，现在朱亚文以高票胜出。你是为了不显，你是为了显露你的智商很低，所以说你是鹿晗吗？好，我就鹿晗了。好，鹿晗，好，鹿晗三票，亚文五票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干的，请看。现在谁看照片？是第三次。我就说不是我，因为刚才娜娜一直在问亚文哥说是你们，亚文哥说真不是，是我就没意思了。不是亚文哥，刚那个黑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呢，那你是怎么看得到吗？我事先拿了一把，原来是有一圈矿泉水围着这三个杯子，我拿了一瓶在我的手里，然后用我的腿去瞄这个方向，桌子的方向，然后我可以准确的过，然后同时我得跟，因为我知道我一逗谢娜，谢娜就会跟我呼应起来。谢娜，谢娜，站着别拍。哈哈哈！我发现娜姐还是卧底伴侣，就是个托。你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？一开始我就这样分析。谢谢配合。每次都莫名其妙的当了托。气死我了！啊，他是凭直觉。而且他就是凭直觉，因为什么？倒到了我们俩的位置中间，它是有一点偏差的。哇，那你所以它并没有直接倒在我脸上。这么说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重要的元素。什么元素？我现在才想起来说啊，马后炮。当那个灯全部黑下来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房间完全都看不见东西，但是有一个微微的夜光，然后再往前晃了一下。然后我仔细一看，亚文哥戴了一个手表。哇，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现在才看到的是你的手表？不是，刚才的，现在刚才做游戏摘下来了，他之前都戴着那个手表。那夜光我也看到，我还说了，我说哪个亮的？我回想这一路，其实我一直怀疑他。从头都在咬我。我们可以回放一下。很有可能是嘉哥自己泼的自己。鹿晗了。我开始改鹿晗了。又改鹿晗了？对，我也是指向朱亚文。没有人怀疑秘密，无力看自己的水。鹿晗了，秘密朱亚文。看着空空莫测的世界，你从头在鹿晗、维嘉、朱亚文、杨幂把我全世界当中游走，对，最后你还投给了鹿晗。下次设计一个环节叫朱亚文骗谢娜。